那其实就像是昨天有唱，那今天是第二次公开唱，对。那今天我感觉到，人好像非常非常的多，听一听你们的尖叫声好不好？好，你们都不想叫是吗？好，那就不要叫。真的吗？给你们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一二三。谢谢，这样子比较有签唱会的感觉。对，那距离上一次回来差不多要一年了，那很开心又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对，然后刚才在我的妈里面也唱出了我的心情，是妈，我想要回家。对，那回到真的有感觉到有家的感觉这样子。对 ，You guys makes me feel like home。对。对，非常感动，可是就是眼泪是流不出来，因为等一下还有歌曲要唱这样子。那么很开心，这次可以推出第二张专辑《OK Man》。那在如果有买专辑的朋友们，或者是听过我歌的朋友们，不难可以发现这张专辑其实有尝试很多不一样的曲风，像刚刚我的妈是比较 rock 的一首歌曲，那还有就是高音极限的歌，在最后一首敌不过，也是唯一的那个合唱歌曲，敌不过，对，那是一个高音极限跟男男合唱都在这张专辑都有呈现到。那么还有就是饶舌，对，我们的 show 这首歌，那很可惜，这首歌，等一下可能不会唱到，对，要 rap 一下，好，没有反应 ，OK， 等一下，好。对，那就是很开心推出第二张专辑，那么我希望今后可以带来更好的作品。那接下来要唱这首歌曲，你们猜猜是什么歌呢？